北部地区，基隆、台北、桃园、新竹、苗栗，20到30度。中部地区，台中、彰化、南投、云林、嘉义，21到31度。南部地区，台南、高雄、屏东、恒春，22到32度。东部地区，宜兰、花莲、台东、兰屿，21到30度。外岛地区，澎湖、金门、马祖，21到30度。